王福涛啊，粉丝说我的棋对你的错，说实话我三十六没输过，我今天就要再向你挑战。大爷，你又在这吹牛呢。来，下一盘就下一盘，真的不容许。粉丝的眼睛是雪亮的，我就不相信了还。那就中炮。你比克鲁斯你还那个说上马。我也上马。我出局。很绝。来，进兵。来，平局战擂。就是个擂轿车。擂车根本对我来说没用啊。没用。跳马，你啥棋不用跳？我这棋我啥棋没见过。哎呀，啥都见过。你看，两头蛇，两头蛇。来，再出个横局。那个蛇都是菜花蛇嘛，又不是真人呢。那还给我来个双横局啊！上马踩马吧，上这个马。对。收拾他。踩我进局。到马了吗？次数都赖我这手。进局上，没可到之人啊！吃我马呀，是不是？你得让你说呢、哎、我不中炮给他拆了吗？拆了，刚走的就把中炮卸了。我要宁活多变，哎，你才再上射。嗨，大气，好好好好好，好的很，大气。再进卒，嗯，拱了。哎呀，你这不让我过，白过一个兵啊！拱了，你这是再过胆子太大了嘛？拱了，盘头吧，那坏了，盖了，再拱、哎、再拱，坏了，我先打他卒。哎，把这个先打一下，打他干嘛呀你？哎呀，攻，再攻，再攻，来，我就不管他，吃，哦，不敢吃呢，又攻了，再进，你看看，对，马给他坏了，刘海给他坏了，哦，哎，吃马，看兵死了吧？吃马，这能死了吗？哪能死？来，我平车。哎，对不对啊？是吗？不要了，哎，不要，不要，不要。马吃了还吃炮子呢？我拱马拱炮，不要。不要，不要就吃了呗。哎呀，我就不要，我就不要。哎，我今天来个狠一点的。来平炮。你看他跑了，马大蒙弓跑了，跑了。你的炮丢了，哎呀。我上个象嘛，对不对啊？哎，你的炮咋办？炮丢了，炮不要，哎，吃我炮，来，我再打你车怎么办？那退一下就行了嘛。哎，来，进炮。哎，哪里就换呢？多死了就跟你换。来，放出炮，放出炮。我这暴脾气就跟他换。你别换，你没炮了你。换了又能咋地？换了。哎，是。就剩双车了。哎呀，我现在四个车，不是双车。哎。对不对啊？哎，进去。你看一个都跑不了吗？吃炮。来平炮，吃上完。进兵，进兵，兵你别丢了。我现在四个局是不是？哎、哦，好好好。来平局战中。平局战中，我再攻他这个兵啊！对。再日进兵，哎呀，这日又多一个局。哎呀。兵兵给你吃。哎、小心放中炮了。再日进兵，他放了放去，不管。退局，退局，俺俩都拱了，拱起来，先把这个都活下。换了多干啥的？那那顶多让雷将那换了。全是局，哎，给他来个狠的，压下你了，小心。拱，不管。哎呀，来平局战中。哎呀，铁门栓，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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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呀，铁门栓。来，你给我门栓一个，我看。哎，来平局。这不铁门栓吗？来，给你再来个狠一点的。哎呀，七局，七局砍炮了。哎，一局三兵，雷卡着呢。你看，我这全是芝麻。哎呀，哎，我想咋赢就咋赢啊。哎，兵兵给你吃了。这无疑了。对呀，你这全国山河都一片红了吗？我咋个不赢啊？啊，哎，大爷，吹牛吹最高了吧？喝水吧。来，进局。这是吹牛吗？哎呀，吃的不允许，这吃的不容许，还要吃上了。你看，哎呀，哦，刀车能破，刀车吃下去呀，他就一个字，平局，双局吃上，下士，我拱进来，哎，进来了，你不乐拱，你他又不是敢吃，就喝了，知道吗？你估计输掉了，对，还吃不上，进局，赶快，这些呢，我进局，这些你输掉了，那这样过来就鼓死了。哎，不怕呀，我那多快呢，他那慢得很。嗯，来，退局。哎，他不害怕了吗？拱局，拱局，
拱他狙，先把那个狙给他封在后面。哦，拱狙，然后再进兵，也就是手拉手了。来平狙。来进兵，进兵手拉手。再下兵。不下。这干嘛？横狙，横狙下。哎。进狙。必狙呢？他对了背起吗？对狙呢？哎、我平狙，他就光对狙，说是要先把兵进去啊。绝对叫你会耍啥？对哎呀，他想对我就对啊，我就不跟他对啊。哎，来，再跟你对。对，我再拼啊。人家再对你去哪？哎呀，上市。哎，不对。他再对我吃兵了吗？他敢吗？他吃你兵了，我下，我下冲，我上来。这三个做人赢了吗？肯定赢了吗？我啥时候输过呀？嗯，这赶快把他试了都给弄掉。这个不让他过河。哦，行，好好，对狙啊，对狙啊，他拿两个狙也没用嘛，让人过那个杀哨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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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，对，前空大挪人，人家又对来了，哎，来，再跟你对狙，来，杀哨，对，他你就过来过去走，我看他是这对狙，对狙，嗯，一个人对，就是他不可能一直跟我对嘛，哎，进卒，没了，击毙了，没了，没了，来，对，强行下，平狙，说对了，哎呀，不敢下，击毙，来。又对不进，再对，来对狙。哎呀，再跟我对狙，肯定没完啊！他没车嘛，你欺负他没车嘛？我退狙。还见啥人？还有人呀？来，我拼一下。哦，他现在对不上了。进狙，他过不来。又对了，他都过不来。哎呀，又准备跟我对狙，他要跟谁都过不来，你看。对狙。就不对，别再对了，我求求你了，哎呀，你会不会下棋啊？再局，哎呀，那咋能这样呢呢？欺负你们一个局了，人家就是个这那不吃分就吃不去的。飞个别笑，我看这次你们和了吧，干不进了，谁都赢不掉了的。来，哎，这三个兵赢了，平局，进局，进局，我四个局你们，我怎么不可能赢啊？对，这兵不是下去了吗？来，我退局。你看他不怕了吗？对不对？现在我就回来了，你下去再对狙，那再对也没退狙。哦，你吃死了！哎呀，江州水，这就突破防线了，这就突破防线了，吃不吃？这个没勾起来，不吃不吃，这个没起来吗？哦，勾起来呢，哎，就吃，勾起来就吃，吃掉这个，哎呀，吃掉这个，你那这个还换了个事呢，他这个都哎弄了，三个局就有了，这个该弄起来。哎呀，谁不是三个局？然后再对掉一局，这回我已经突破他的防线了，我你看他四零五三的嘛，那个少局啊，对不对啊？来下，那上个市就下，能下去吗？上市，上市就下，强行下。哎，来，赶快进卒，赢了。进局，不让你下，哎，来，打死都不让你下。你还得喝。来进卒，来皮不冲，强行冲，不，两个局，你把他跟住。不让他摆，不让他拼过来，弄着他，来再进，再跟来，那就不让他摆，上飞起来不给上飞起来，这回就不管了，这回就不管了，哎呀，他进不来，哎，我让你把象抖到这边来，进局，抖象，进局，我直接拔起来，管都不管你了，哎，平局，直下来，哎，平局站住。站中想干嘛？站中是啊，不让你。杀不压的少爷，我再退一步，那啥，哎，平局能压上吗？哎呀，强行靠了。这回就冲！哎，冲下来干啥呢？平局。你看对局了，冲呀！对局怕啥呀？他吃我也吃嘛，他就对了，能赢我吗？哎呀，扣，往里扣，对呀，平足，往里扣。哎呀，来不及了，我小酒水。将军，我下士。哎，进兵，进兵，这个下来，分配用这个工具。哎，你知道个啥的？扎手的应该。平足。啊，抽抽抽。哎，不用了，就过去。上飞起，上飞起，打死了。哎，这都不敢吃。退局。软的很了，老汉。老还不软。你看，来，怎么办他？太软了嘛，你这吃掉就行了嘛，我局。吃下。能吃了吗？吃了，不能吃，搞死了！来，我再进一兵，叫啥？叫啥？他坐吃正着。走啥呢？哎呀，赢了，赢了，他走啥？大刀往西了。买这个啥？我上吃了他吗？吃不掉吗？咋的？将军。哎呀，你上这个，别吃那个，上这个。将军，哎，走。将军，你让人就在人家了，你说走。这还走啥？出来找死的。走。
你一个孝子的孝子的，不孝敬他哪有那差、哎？都是你，叫唤啥呢？叫唤的，叫唤的。